鱿鱼须。YYDS， 鸭肠已经快被我偷吃完了。鸭肠的事。再来个鱿鱼须，这是虎皮鸡爪。辣的太过瘾了。有没有跟我一样爱吃这些，辣一点的这种小吃的？鸭肠，吃不够的就是鸭肠。香啊，爱吃你也不给老铁介绍介绍。有爱吃的老铁真的可以买回单尝一尝，外面的包装就是这种，然后每一个袋里边都是有这种小的独立包装。这个里边是无骨鸡爪，每一包是100到200克不等，老铁喜欢吃的可以下方去拍啊。